李光洙、金宇彬、金鸡帮 XO 成员 DO 是演艺圈中著名的死党，时常会被粉丝捕捉到一起出游聚会。没想到近日却传出他们将一同出演罗 PD 的全新综艺，引起热议。根据媒体报道，近期有综艺界的相关人士透露，李光洙、金宇彬、金鸡帮 XO 的 DO 目前正在将原道拍摄罗英锡 PD 的全新综艺节目。对此 ，TVN 的相关人士仅回应正在确认中，并没有正面回应传闻。不过，就有网友发现。先前罗 PD 在 Channel 15夜的直播上曾表示，明天就要拍新综艺了，还特别说是在国内拍摄，让得知消息的网友们纷纷笑说，该不会是男版地球娱乐是吧？罗 PD 和李光洙这个组合肯定不会失败，已经太期待啦。